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裁决，由选民通过的禁止同性婚姻的禁令违反宪法。法官在星期二的裁决中说，这项称为八号提案的禁令的唯一目的，就是降低该州同性恋者的地位和尊严。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，而八号提案的禁令倡议者们说，他们将提出上诉，或者向更高一级的加州法院上诉，或者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。但一些法律分析人士星期二说，最高法院可能选择不介入此案，因为星期二的裁决只适用于加州的具体情况。